传承对您的意义是什么？对我来说，传承不仅是成功致富流传下代，更是超越一生的影响。与红利合作是我塑造愿景的关键。我们共同走过复杂的金融环境，并寻找与我的目标相符的投资良机，孕育传承的精神需要稳定的财富和保障，所以我信赖红利的专业和可靠来管理我的资产。凭着全球性的投资经验，红利为我的资产提供更具远见和洞察力的规划。红利拥有深厚根基和以客为先的精神，让我做出更自信的决定。红利在新加坡持续发展，彰显了其追求卓越和长远投资回报的承诺。红利不仅在财富管理方面脱颖而出，更在新加坡拥有强大的分销网络，包括区域银行保险合作伙伴，能为我提供个性化策略来符合我的目标。为了维持稳定高回报和长远收益，红利通过多元化优质投资组合和全球商业房地产投资，以确保我的资产财富稳定的增长。在物流业项目方面，能稳定持续地赚取更高回报和增长潜力。ESG 的考虑不仅是当下趋势，更是反映了我的价值观，确保投资组合的韧性和持续性。红利负责任的投资策略和组合为我分散风险，保障投资多元化，提高回报，同时积极为环境和社会做出贡献。当我规划未来，红利的方案提供了最全面的选择，让我安心并灵活地应付不同的需求，打造持久的传承。我深信，红利能针对我的需求提供个性化建议，为我的资产实践多元化投资。传承对您的意义是什么？红利让我知道，我的财富可以获得更好的管理。红利与你同行，成就更好。